1919年，我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解放大西北的强大攻势，胡宗南匪部狼狈向南逃窜，北军保安第六旅旅长方子桥率领他的残兵败将逃上了我国有名的西域华山，企图凭借华山天险做垂死的挣扎。报告吧，我们的先头部队一直追到华山底下，据当地的老百姓说，方子桥在头3天就逃上了华山，看样子他们要和我们对抗一下子。是啊，他是要凭借华山天险跟我们对抗，妄想胡宗南反扑回来挽救他的狗命，他简直是梦想。林文基同志，告诉参谋长，部队停在山下，你立刻带着侦察员上华山进行侦查。是。这就是咱们有名的西岳华山。真漂亮，咱们中国真有好地方。好地方，可是这会儿还叫国民党土匪方子桥站着呢。注意隐蔽，前进侦查。你们看，呵，他妈的，这叫什么道？记下来。现在我们马上去侦察上华山的关口，千尺窗，我们迅速通过前面这条山路，爬上东面的山头。准备了，跟我来。
接下来先吃庄是在华山北峰的下边，它是在山缝里凿开的一条直上直下的梯子道，有200米高，两边挂着铁链子，抓住铁链子才能爬上去。部队进攻有一定的困难。别看共产党到了华阴县城，可是他要想上我的华山就得走这儿。参谋长，自古华山一条路啊。班长，是对这个坚持装的铁盖子是5分厚的钢板，你们看我这两门迫击炮居高临下的，可以完全封锁住华山沟。我就是光在这儿放上一挺机关枪，共产党他就是千军万马也得在山外头干瞪着眼睛看着我方子桥。侯副营长，走。我把坚守千尺窗的重任交给你，守住了它就是守住了华山，你懂吗？哎，我誓死为旅长尽忠。好，我现在要听听你的，你打算着怎么样的守住我的千尺窗呢？哎，报告旅长，不等共产党靠近我，我就把他们消灭在千尺窗的下面。对对对，参谋长，你看真不愧是我忠实的部下。副营长，炮安排怎么样？已经安排好了，冲着山下的目标射击炮。炮兵准备。目标山下冒烟的小村。预备反扑回来，我们就可以东山再起，复兴党国的奇迹就要从我们这儿开始了。随我来，上白纸峡到北峰。关上哟，我把驻守北峰的任务交给你。是，你看你这里往下通千尺霜，如果万一千尺霜遭到共军的攻击，你在这儿可以马上出兵增援。哎，是，你这里往上
又是到我的司令部西风的必经之路。在军事上说，它是华山上的一条走廊要道，非常重要。在防守上，用不着你发愁。你看，它的后边全是断崖绝壁，没有地方能够爬上来。共产党要是拿不下千尺窗，就别梦想上我的北峰来。大叔，共产党能不能上来呀？共产党要是能上来，咱们这天险不就算完了吗？共产党上不来，可咱们也下不去呀。时间长了，你说在山上吃什么呀？饿也得把咱们饿死了。你们看，要到我的司令部，就得通过这苍龙岭。参谋长，你怎么不说话呢？嗯？李座，我们到西峰司令部再谈吧。奇怪，请你说吧。是。李座，我现在还想不嫌啰嗦地提醒您，华山固然有天险可防，可是我们的处境孤立啊，而且是……难道当初按照你的计划退到商州去，让共产党穷追的我们全军覆灭，就不孤立了吗？哎，现在我到底是保存了一部分力量，有了反拔的机会。我绝不相信我的失败。胡长官在美国朋友援助下一定能够反扑回来。参谋长，你知道吗？我们在共产党的后方安下这个钉子，会给胡长官反扑回来是有多么大的支持吗？啊，可是李座，这需要时间呢，很长的时间。华山天险就会给我们赢得时间。共产党不会那么老实，他会把我们的时间抢了去。什么？你丧失了信心了吗？哎，你说，你说。报告。进来。电报。什么事啊？报告太太，是胡长官给旅长来的电报。方旅长子乔兄勋舰大军不日东下，直取西安，望兄坚守华山，相机扰敌后方，胡东南。子乔，这可好了。参谋长，你看这比你退到商州去怎么样？哎，
再也用不着你担心受怕了吧。吕素，我刚才的意思是，我们还要严加防守，另外还要派人到山下搞粮食，准备应付共军对我们长期的围困。至于弹药，美国飞机会给我们运来。是的，这样才能把我们需要的时间巩固住，才能让我们置之死地而后生。置之死地而后生，对极了。马上下命令，命令关营长、侯副营长加强千尺庄北峰的防守，明天派人到山下去搞粮食。根据我们今天对华山的侦查，我们进攻华山的唯一道路，华山峪沟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道路既惊险又狭小，部队进攻的时候运动起来非常困难，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大炮拉不上去。可是敌人设在千尺窗上的迫击炮呢，一直可以打到华山底下，是我们的部队不容易靠近的，并且还可以随意的轰击山下的村庄，残害群众。关于千尺窗的地形，在我的报告里写得很详细，我们也去观察了一下，那是我们进攻华山的必经之地。老百姓传说的自古华山一条路就是指的那里，现在问题就很清楚了，只有傻子才会冒着华山天险做正面进攻，围困和封锁呢也划不来，却不能让华山天险把我们拖住，影响我们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好吧，现在就让我们在这个华山自古一条路上跟方子桥打交道吧。刘明基同志，现在团部决定让你带着侦察员从华山的侧翼给部队找出一条进攻的道路来。你看，这是一张华山立体图，画得蛮正确。所谓自古华山一条路，是要从千尺窗上去，爬百尺甲到北峰，从北峰经过苍龙岭一条路直上西峰。你再看，千尺窗只有一个洞，我们是无路可通。西峰呢，它的后面是万丈直立的大山，更是困难。只有北峰，它的后面虽然惊险，可是从它与其他山脉的连接形式上看，很可能爬上去。今天我们特地的访问了一个对华山地形很熟悉的老乡，据他说，他隐隐约约地听说过，曾经有人进黄埔峪沟，从北峰的后面爬上去过。爬上去过，不过还不完全可靠，这就要靠你们再深入到群众中去，依靠他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把这条路找出来，给部队开出一条新的进攻道路，怎么样？刘明基同志，现在我命令由侦察参谋刘明基同志带你们去侦察一条从侧翼进攻华山的道路。
为了很快解放我们的华山，消灭国民党残匪方子桥，拯救当地受难的人民，以及为了减少我们对华山天险进攻中不必要的牺牲，你们必须坚决地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我们坚决完成任务。同志们，任务很简单，要完成它还有一定的困难。这条路现在还不知道哪儿，必须要你们深入到群众里面去，依靠他们用勇敢和智慧去找。同志们，你们是英雄的侦察员呢，我相信困难是挡不住你们的，全团都在支持着你们。记住，时间不能拖得太久，敌人多住一天，华山的人民就要多受一天痛苦。今天早晨土匪又下来抢粮，看样子方子桥是想长期地待下去，我们绝不能允许他。现在你们可以出发了。土匪下山抢粮，乡亲们都下来逃走了。现在我们立刻分散到小山沟里去，在那里可以找到他们。土匪挨处的抢粮食，人们都跑了。同志，你们可来了，可你们打山上的土匪为什么走这儿了？怎么这里不能走吗？不行，大华山得走千尺窗。哎，老乡啊，你看在华山的背后黄埔峪沟里就没有道了吗？没有，我常年在这山上打柴，就没有听说过。哎，你看这四周围的山都是直上直下，齐不楞登的，不走千尺窗哪儿也上不去呀。哎，难呐。全都解放了，就是我们还在这受苦。这年月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方子桥狗日的算是占了一个好地势，自古华山一条路。刘参谋，你该休息了。好吧，注意警戒。是。过了一天了，我不知道你们想了没有，今天这一天我们可有什么成绩？朱开复有点着急了。是啊，同志，
反急性病可会影响工作情绪。算了，你们心里不见得不比我着急。老百姓在那儿受罪，方子桥这个土匪还蛮逞威风的待在山上，我们的任务呢没有一点头绪。可是华山自古一条路的这句话把我的耳朵都快磨出茧子来了。我看啊，什么时候把你的耳朵磨得再也听不见这句话就好了。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咱们出发的时候刘参谋怎么说的？是让咱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另外再侦查出一条路来。可是你呢？着急了。任务是困难呐，如果是很容易完成的话，上级也不会派我们来。咱们这一辈子啊，就是为人民的幸福跟困难打交道做斗争的，要不然凭什么把光荣交给咱们呢？啊，我就不信华山就像刀切似的那么勤，连个棱角也没有，就是造城墙也得有道砖缝啊。刘参谋，咱们是不是把这条路亲自去找一找？这样咱们心里就有了底了。对对，找一 找他。对，让我说呀，凭咱们侦查员的两条腿趟也趟出的一条道来。同志，光着急没有用，可是单凭两条腿也不行。是啊，我同意大姐的意见，到明天呢咱们就亲自去把这条路找一找。不过不能忘记政委的指示，还要依靠群众。封地下了，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老百姓呢？是啊，看不见。
咱们顺着声音找吧。走。藏起来了。刘参谋，你看，盖好，埋起来。老乡，下来吧，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呢。刘参谋，老大伯，你别怕，咱们是一家人呢。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啊。毛主席，老大伯，大伯，老大伯。你们不是山上的，老大伯，我们是大山上土匪的。老大伯，哈哈，早就听说过你们，看见了，下来吧，别害怕了，咱们的人。你们打山上的土匪怎么走这儿呢？嗯，为什么不走千尺窗啊？大伯，哦，那上不去呀。是啊，大伯，我们打算在这一带找出一条上华山的道来。在这一带？是啊。哦，没有路吗？又是华山自古一条路。不，在我年轻的时候，听说这华山的后头有一条小道，要是能爬上去，就能挖到名贵的药材。有人上去挖过没有？嗯，有。往年是年年有人偷偷的摸上去。为什么偷偷的呢？哎，你们不知道啊，山里头的人穷，全仗着挖这点药材生活呢。要是都知道喽，就都去挖了，那他们还怎么生活呢？你说说看，要是我们去问他们，他们会告诉我们吗？打山上的土匪是为了大伙的生活，他们要是明白这个，他不能不告诉咱们。对，老大伯，你知道谁上去过？你看，从这儿往西走，进新兴沟，走两岔口，听说那儿有人上去过。他叫什么？老大伯，他叫什么？他叫什么呀？
叫这个长长生林。刘参谋成功了。刘参谋，咱们该走了。老大伯，谢谢你了。慢着，听说这条道是要从山坎坷上爬上去，一不留神呐，就摔死人。你们找长生林带路，他家里头让不让他去，那可就难说了。别磨了，生林，你快忙把粮食藏起来去吧。哎，快点吧。娘，方子桥兔崽子藏不了了，听说解放军到了山底下了。什么？我们方旅长守华山，保护老百姓。山上的人多，粮食少，跟你们借点。来人了，扛走！不行，您把粮食都拿走了，我们老百姓就饿死了。他妈的，老不死，是不是？刘参谋，新沟里响枪，走。你坐。扔斧子那个人是谁？快坐。说，我要等你。怎么还给我挑水呀？你们歇会儿吧。大娘，你坐着吧。坐着吧，大娘。大娘，我们小伙子有的是力气。他气急了，一斧子就砍上去了。国民党土匪就冲他开了枪。打着他没有？打不着他。俺们森林自小生在华山，腿脚可快呢。哦。这会儿他不一定藏在哪儿了呢，也许上他舅舅家去了。多亏了你们呐。报告，附近都搜索过了，没有任何情况。知道了。怎么，你们要走？你们一走，那些土匪就又要来了。大娘，我们不走。
你放心，多大等着申林大哥回来，我们再走，你说好不好？好，就住在这儿，等申林回来了，你们再走，就住在这儿。对，就住在这儿。同志，你们一天不赶走华山的土匪，我们是一天也安生不了啊。大嫂，我们就是来打华山上的土匪的，可是我们没有。同志们，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大家这个院里。对，住在院里怎么能行？不像话。没关系，大娘，不行，大娘住院里凉快呀。胡说，大娘不许你住院里。大娘，大娘，大娘，住院里没关系。活了一辈子了，也没看见过这样队伍。看见咱屋子里头没有男人家，就硬要住在院子里。小林他娘，他们睡了没有？还没呢。多对不住同志们。娘，您睡吧，今儿晚上怕要闹天气，外边一阵阵直刮凉风啊。快拿咱这被子给同志们送去，别冻着他们。这条路到底在哪里呢？在地图上看不出一点头绪来。这个就要看长生林的了。怎么长生林还不回来？是啊，真叫人着急啊。刘参谋，找长生林带路的事情，白天怎么不跟老大娘提一下？是啊，看着话都到嘴边上了，怎么又压回去了？你们怎么了？没听说这条路非常危险，一不留神就会摔死人吗？再说老大娘又让土匪打了，我们怎么能惊动他？这是人情，知道吗？对，我们主要的是动员长生林，这是个危险的事儿，谁知道老大娘同意不？再说还有他媳妇儿，谁知道他媳妇儿是个什么态度？杜克夫，怎么话到你嘴里就变了样了？说的不对头了。知道了。娘，怎么你还没给他们送去？娘，我刚才听同志们说，他们想让咱们生林带路，领他们从后山爬上北峰。啊，天哪，他们怎么会知道的？娘，你说可怎么办呢？怎么办？哎，这条道不知道摔死了多少人。他爷爷摔断了腿，他爹摔死，都是为了挖药材爬这条道没了命。自打生林他爹摔死了，我怕他出事儿，断了咱们常家的后。五六年了，我就再没让他上去过。我怕他，娘，您别说了。娘，那他们呢？不行，不行。
志们，同志们。进来躲躲雨吧。他们是为了谁？我怎么能？跟他们说，跟他们说，你要说什么呢？告诉他们。刘参谋，大娘，刘参谋，大娘，你怎么了？我让你们，你们放心，明天我就叫神灵给你们带路。大娘，大娘。要像找别的道似的找那条道啊，那可不行，那不是道啊。老查，有了你我们不就算找着了吗？啊，是啊，是啊，是啊。仔细瞅瞅，他们上山就全靠这条绳子呢，可别出了毛病。可就是不知道你们爬山的能耐怎么样，同志们，你们说了没问题。老常，你放心，山羊能上去的地方我们就能上去，可是这条道啊，山羊都上不去。你能上去不？你能上去我们就能上去。哎，对。老常同志，我马上回到团部去请示一下，我想由你给我们带路，由我们这群小伙子们的勇敢，这条道他是跑不了了。对，好啊，你们真有本事，真行了。现在我们谈谈战斗吧。你坐，俺到了应当让你们休息一下，可是现在没有功夫了。就是让他们休息，他们也是休息不下去喽。据你的估计，从长生林家出发去侦察北峰，一天一夜才能赶回来。是的。那么再从长生林家到团部来又得一天。是的。不行，这样时间就拖得太久了。你看，昨天我们的警戒部队抓到了抢粮土匪，从他们的口供里我们详细地了解了敌人在华山上的兵力布置。参谋长，你谈谈吧。华山一共有400多个敌人，主力在西峰，驻守千尺窗的敌人不到一个连，火力配备很强，对我们的防守非常严密。北峰呢，是他们认为最保险的地方，因为除了千尺窗是无路可通，防守比较薄弱。现在有一个新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据北府的匪军谈，房子桥和他的参谋现在已经开始对北府的后山有了警戒，所以我们要很快地把华山拿下来，多一天也不能耽搁。如果万一你们预备侦察的那条道路叫房子桥知道了，那我们的计划就要前功尽弃。所以现在团部决定后天就开始对华山进攻，而且把从侧翼进攻华山的任务交给你来执行。等一会儿你回去
我把三连的一排交给你，你先把他们安排在苍生林的家里，明天你先让苍生林领着你们对这条道进行侦查，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你去侦查的时候能在当天夜晚翻回长生家吗？能。不会发生意外吗？不会，侦查员们都是有经验的老战士，关于道路我已经详细地问过常正林，他很有把握，那好极了。那么明天晚上我就把团的主力部队悄悄地运动到华山底下，等到后天你带着这排人袭击了敌人，拿下了北峰，派少数人封锁西峰，紧接着迅速地搞下千子窗，就发信号给我，我立刻带着山底下的部队奔上千子窗，直上西峰，消灭方子桥的主力。记住，第一天侦查的时候要仔细，第二天带着队伍摸上去，战斗的时候要勇敢激动灵活，让敌人摸不清你们的来势，就打他个措手不及。就这样叫方子桥吃下这个夹馅的炸弹。太好了，你看一下我们的战斗部署和敌人的兵力装备有什么问题，问一下参谋长。好的。杨小宝，哟，怎么样，杨小宝，这回侦察华山能顺利地完成任务吗？当然能了。你听听这小伙子劲头多足，要是完不成呢？嗯，这个我们还没想呢。报告探长，我们想的就是怎么样坚决的完成的。山头梁二少送来的报告。今天上午山下共军仍无动静。前天突然打击了我的征粮队，怎么这几天又没有动静了？奇怪，刘参谋，你看，这就是天井，咱们要从这儿爬上去。以前我爹就是在这儿摔死的。是旧社会把他逼死的。要是到现今天受苦人都翻了身分了地，
他老人家再也不必走这条路去挖药去。对，我们要给生烈他爹报仇。对，给生烈他爹报仇。看着了没有？要沉着。同志们，山上见了。什么了不起的，我试试。刘参谋，前面这是老虎嘴，大家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走吧，往里靠，手把稳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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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把稳了，往里靠。
刘参谋，王同志，不要紧吧？没什么，不要紧。刘参谋，不要紧，好好休息。现在出发。好。刘家店同志，你留下照顾王生奇同志，等我们侦查回来一块回去。不，刘参谋，我不留下。我看到北风，我绝不回去。刘参谋，还让他跟咱们一块儿去吧。刘参谋，我看是这样，咱们任务很紧，今天呢还要赶回去。我的意见是先让他走走看，不能走就把他留下，要是能走的话，谁说我不能走？你们看，刘参谋，你看，刘参谋，走吧，走吧。这就是天桥，等等，你看，木头已经烂了。刘参谋，让我上去试试。不行。给我住口！这根木头在这放了有七八年了，风吹雨打的还个不烂。刘参谋，回去吧，回去，不行，过不去，非回去不可。刘参谋，咱们赶快往回走吧，过了老后嘴，翻西边的大山，怕鬼见愁，从长生窑上过去，再下马凤岭，有一条道也能通上北峰。真的吗？真的。嗨，你怎么不早说呢？刘参谋，咱们走吧，走吧，走吧。等一等，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北峰呢？最少得爬两天。两天。刘参谋，今天晚上我们要是完不成任务，那么明天……是啊，没有想到这个意外的困难。刘参谋，有办法了，同志
刘参谋，让我先来。好吧，注意抓紧绳子。我知道。来的电报，升您为陕西关中田进军司令了。什么？升司令了？你看，司令，来来来来，可要喝您的喜酒了。啊，急了，急了，太太，把咱们拿上来的白兰地酒和美国罐头拿出来。好的。我当然要请客了，你坐下。这是胡长官紧接着来的第二个电报。第二个电报，十万火急电令，挺进军司令方，大军克正向西干反击，火速策应扰敌后方，胡宗南。好，这一天到底是来了。副官有。马上通知关营长和各连的连长到我这儿来集合，说我请他们吃喜酒，同时有重要的事情商量。是。子乔，你怎么不请那侯副营长啊？夫人，侯副营长驻守千尺窗的责任重大，那个地方一分钟也不能离开他。参谋长，我决定明天拂晓以前调兵下山，给山下共产党一个突然的袭击。要在我就任挺进军司令的第二天，我们要露一手给胡长官看看。啊，怎么不压？走，马孙子，你怎么不压？我呀，我没有这个心思。什么心思？咱们现在还不是活一天少一天呢？来吧，哎，快快快快，亮牌亮牌亮牌，来来，咱们来，快点快点，就你们，快快快，快点快点！啊，妈的，七五郎当二，七五郎当二，五料穷一，板两，嘿嘿，他妈的，今天大概是个好日子，方旅长升了司令啊。连我这个当排长都跟着走了运。
刚坐了庄，就来了个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第十。听，兔崽子们还乐，那是他们不知道我们来了。要是咱们那一排同志们一块来了，多好！摸上去保准兔崽子们一个跑不了。刘参谋，你想什么呢？老唐同志，牵扯床的上边是白赤霞。是啊，我们要一下子占领了白赤霞呢，那可得掐着兔崽子们的脑袋了。牵扯床响起枪来，西风能听得见吗？响个一两声还不要紧，多了可就不敢跑了。好吧，咱们休息一下吧。对，让大家好好休息。好，你也该好好歇歇了。爬上爬上，咱们怎么回去？好吧，你好好休息吧。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你们说，我们拼了命的赶回去有什么用？说得很对，如果我们花费两天的时间赶回去，不但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反倒影响了团部对解放华山的整个作战计划。所以在今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必须自觉地立刻投入战斗。刘参谋，你决定拿北峰了。
接着拿下千尺窗，掐住汤龙岭，把咱们这主力部队从千尺窗上迎接上来。对，怎么，咱们这几个人还要拿千尺窗啊？人是少了一点，可是不要紧，正因为咱们的人少，他更便于灵活的袭击敌人。要知道，敌人相信他的自古华山一条路，一切的防备是对着千尺窗的下边，绝不是上边。这对我们的进攻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还有更重要的，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敌人呢是一群丧家之犬，完全凭着天线给他仗胆。一旦发现天线被打破了，黑天半夜的摸不清我们的来时，一定兵荒马乱。就让王子乔再顽固，那些当兵的也会交枪投降。太棒了，刘参谋，下面了吗？没问题，开门。王子乔是跑不了了。进入战斗以后，一定要勇敢、激动，还要绝对的肃静，一声不响的就打这个敌人措手不及。这一仗必须打胜，不许打败。检查武器。敢叫我就打死你！下去，走。本营有多少人？不到60个。住在什么地方？东西屋里都有。本营的长官是谁？关营长。方司令那儿去了。北风的这边哪里还有哨？除了我这儿，北风庙门那儿还有一个。千尺窗有多少人呢？侯英夫带着有一个连。口令呢？大将说的都是实话。我绝不敢瞒您，我早就想解放了。想不到我们会从这里上来吧？我做梦也没想。这天险算完了。好了，现在情况更清楚。杨小白，怎么样？老常同志，一个手榴弹就够兔崽子们受的了。
把那把枪的更足实了。走。刘教练。有。摸上北风后，你去见识苍龙岭。是。王尚琴。有。你去见识千尺冲。是。现在出发。对不起，先委屈你一下，等华山解放了再见。走吧。好，谢谢夫人。谢谢夫人。请坐，请坐。诸位，你们不辞艰险，随本司令镇守华山，都是党国的忠臣。兄弟随蒙上司抬爱，身为挺进军司令，我绝不能忘掉了部下。我已经电呈胡长官，要求他给诸位都晋升一级。来，干了！谢谢司令，谢谢司令。这真是人生之大幸。还有一件好消息，胡长官命令我们全军即刻下山，出兵策应他胜利地向西安反攻。诸位，现在马上计划行动，明天一早我们就要下山大显身手地干他一下。来，先庆贺明天的胜利，干了。马山子，上岗了。马山子，起来，上岗了。快起！你他妈穷叫什么你？他妈的！
有点俘虏。 佛光普照，可把你们盼来了！诸位真是神君呐！老陈，给你听，杀成这样，我就成了老战士了。啊？我是北风。 关营长，为什么打枪？啊？啊？大点声！报告关营长，是哨兵走火了。报告司令，没事，是走火了。混蛋！再走火枪毙！混蛋！司令说了，再走火枪毙。是，再走火枪毙。关营长。 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还待会儿呢。告诉士兵，今天晚上好好的休息。今儿晚上好好休息。你们看，我们就这样出敌不意的，给共军一个突然的袭击。你是排长？试试。 叫什么？我叫梁德明。坐下，坐吧。现在你全看见了，华山天险挽救不了方北桥的狗命。眼下全中国就要解放了，你可要放明白点。 是，兄弟，我全明白，解放军是宽大政策。好，那你就赶快立功赎罪。是，那一定，一定。喂，喂，北方，北方，北方，你们他妈怎么搞的？为什么打架？啊？什么？又他妈走火了？ 我问你们，你们还叫人睡觉不睡？他妈！都起来干什么？刘排长，哟，白纸箱在加上哨兵。是，都给我睡下，睡下。胆小鬼，这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什么时候才算个了？ 找到事儿，有。上百十家加岗去。去吧。先等一下，回头我又任务给你，给你个立功的机会。试试。俘虏怎么样？很老实，早就了解我们的扩大政策。刘参谋，这位老师傅怕咱们人手不够，自动的要求给咱看管俘虏。 一直叫他跑不了，谢谢您，老师傅，我再派一个小同志帮助你，那就更好了。那我就去了。好。嘿，白小宝同志，你留在北峰看管俘虏，其他同志跟我来。孟世军同志，你带着这提机枪，和刘家俩同志，封锁住汤龙岭，掐住西风。是。 现在我们立刻去解决千尺庄，那里有敌人一个连，偷袭恐怕有困难，白翠霞也不好下。
现在我们就抓住敌人的恐惧心理，和我们解放大军排山倒海的声势，向敌人展开政治进攻。半夜的送个屌命令，他自己不会送去，人家是排长啊，官大压死人，他妈的！敬礼，稳住，掉下！啊啊！站住！站住！解放军！解放军来了！哎，解放军来了！侯亚波！侯亚波！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怎么了？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已经占领北方了。啊，这怎么办？放下武器，交枪不杀。韩警，韩警，上刺刀，守到房子，准备抵抗。西风，西风，西风，西风！弟兄们，我是梁德明啊。啊，梁排长，快投降吧。北风的弟兄们都受了优待宽大了。哎，告诉他们，再不投降就要开炮了。再不投降，解放军可就要开炮了。弟兄们，死无葬身之地啊。给你们两分钟时间的考虑。两分钟。谢谢，我们可以交枪。得让我和弟兄们商量商量。谁敢掉枪，我就枪毙谁。放明白点，现在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跟他磨蹭时间。等方司令一发脚，马上就会派援兵来。好啊，请派个代表来谈谈。请进吗？请我们钻到山吗？先闹明白了，我们是为了你们的活命才来谈判的。要是你们不愿意活，我们可以回去。废话少说，开始谈判吧。朋友们，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你们都知道了吧？喂，朋友，你闹清了，我们不是那些杂牌，全是方司令的忠实部下，条件没那么容易。忠实的部下，那也许是你，不是他们。你先听听我的条件。你的条件就是投降，而且很简单，放下武器，保证你们生命财产的安全，明天还能收到优待。要是愿意回家的话，他发个路费。要是贫农，回到家里以后，人民政府照样分给土地。这就是我们的条件，怎么样？谈吧，说吧，交枪吗？
叫枪吗？不要动！交枪！哎，我们交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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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枪吗？老常同志，请你赶快把这封信送到团部，在华山峪沟里准能碰到我们的部队，随后你就把他们带上来。是。用不了两个钟头，准到。同志们，现在我们要赶紧回去封锁仓库里。西风的敌人，要尽量的不让敌人发觉。王长庆，你留在这里看管俘虏，准备迎接部队上山。等一会儿，你听见苍龙铃响起枪来，你赶紧的往山下发紧急信号，通知团部。是。上苍龙铃。起了点神呐，要来一人来。华山街小摊铺发信号，美工，美工，怎么了？美工，怎么了？到，千尺庄上发现我们的信号。什么？千尺庄？千尺庄？报告司令。共军的信号，什么信号？四层了，我全明白了。这七个英雄真行。同志部队，立刻跑步出发。是。Thank you.
子房子桥，你们下不来。
去接手了。蒋强，你跑不了了，司令，天险是我们的，对，我们的，真漂亮，可也真险要。看，带走。同志们，我祝贺你们的胜利，谢谢，谢谢你，常胜林同志，你援助了我们，解放了华山。属于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